分色彩啊！比赛已经开始咗啦，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系啦，冇错啦。喺我哋呢度睇咧，我真系觉得好似冇乜越位嘅，不过我信旁证嘅。尼玛快速进攻啊！提亚高艾简达拿、罗卡夫一脚踢走呢个波，哈利简尼个波而家喺哈利简尼度，喂，餐屎啊！斯文芬达大脚解围，碧咸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呢只鸡就应该吹越位嘅。哇，呢个直线咧冇人估得到啊！不过旁证啊睇得好清楚，原来越位。简尼，简尼背住个龙门咧，都冇办法起脚射门啊！因为对面咧 mark 得佢好紧，冇机会出脚。高空传球，越咗位啦！啊，又系个 timing 争少少啦！呢个波其实咧做得唔错，几有心思噶，再嚟过。米克坚尼。桑拿斯简尼为脚直起脚，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嗱，听到鸡声啦！上半场完，机会唔系冇噶，但系真系硬系入唔到波咁解啫。呢场波暂时都算好睇嘅。喂，睇完上半场觉得点啊？其实佢哋啲防守啦，表现得几好噶，守得密密实实，完全唔俾机会对手啊！踢完四十五分钟咧，都仲系未有波入。半场唞完之后，睇下会唔会有啲改变啊？下半场开波啦！嗱，乐观啲睇啊，呢场波后防表现系几有机会射啦。尼比有冇入啊？入得好靓啊！有翻啲突破啦！喺嗰个位置真系点射都唔会失噶啦，简单过头啊！哇！佢喺禁区里边咧，嗱都有咁多时间喎吓，对手好似当佢冇到咁，搞到佢入波啦，真系好容易啊！零一比零啊！入咗呢球波，下半场有个好开始啦。这个直线靓啊！恩斯治尼传中，非常时候梗系有非常手段啦。呢个时候仲讲咩阵式啊、战术啊？去啦，一定系要咁攻噶啦。碧咸个波，呢球点咧？呢球波靓啊！入埋呢球啊，安心啲。我就真系同情个龙门啊！佢俾后卫挡住咗个视线，见到个波都太迟啦。我哋攻入今场比赛嘅第二球，到目前为止都相当好噶，可以感觉到佢哋咧俾咗好多压力嘅。浪高个波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
呢个波啊掟得差啦，咁容易啊俾咗个波人哋嘅。马高斯亚朗素整脚直线踢个地波入嚟，追住个波啊，碧咸好快咁向前传反击啦，球证就吹鸡越咗位啦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紧身噶啦噃，系咪要换人咧？而且差不多是时候咧，见到后备席系有啲动作啦。喂，不过呢个时候先嚟换嘅话，不知道有冇作用咧？传翻俾六号，完场啦，距离下一轮又近一步啦。作客赢波，下一场啊仲有主场优势，赢面好高啊。Kimman， 波啊睇完啦，有乜睇法先？當然我們很多都會喜歡看一些很有創意的比賽，還有很多的射門入波，但其實好的防守都是一種藝術來的。好，時間差不多了，多謝 Keyman 今天來陪我們看球。好高興可以跟你合作。